想吐就吐吧，吐出来就好了。啊，我出来。那我扶你去旁边坐一会儿。不要，我不就在这儿。你在这儿吹风，等会儿着凉了更难受。我就在这儿待会儿，我不舒服。我背你过去，行吗？我不想动。听话，先起来。 没事啊，很恶心。啊？怎么了？别凶我。想吐啊？想吐就吐出来吧。你别凶我。我不凶你。我什么时候凶过你了？ 还能不能坚持一下？啊？这儿风很大，等会儿着凉了就不好玩了。我们走，我背你。嗯。怎么了？你不能背我。为什么不能背你？医生说过的，你开过刀，对。 三个月内是不能做，就体力劳动的，这里。3个月都过了。是吗？嗯。你可以背我吗？可以啊。起来，我背你走。 我真的没有啊！别笑，你有吗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你接起来，我真没有。 但是你不要太伤心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们可以做决定。好，我不伤心，你也别伤心了，不能哭了，不哭。现在我可以背你走了吗？ 听话，不哭了吗？